56-54，两分的差距。拉开来单边，这边是墙边的，准备要单打。LeBron James 向后翻，哦，Chandler Parsons 出手，这个球出手不进 ，Bosh 抓到进攻篮板，这回给 LeBron， LeBron 在底线再次出手，这次有了。这就是我们先前介绍他今年的进步最。我刚刚那个传球确实他已经是把那个空档给等于说撕裂开了，是不是我那红兵上的命中率真的是在火箭队可以打到先发的位置。哦 LeBron James 一个队给他的报价两年1200万的平均一年是600万美金，那今年 Ray Allen 只拿310万美金的来加入了这个迈阿密热火队，所以上场的时间火箭队的板凳球员目前共得8分，全部都是在这一节。是 Defender 的两个三分球，还有刚刚 Morris 的跟进篮板。Shot clock 时间剩下6秒 ，James 向后跳出手，单节16分。哇，这个真的无解啊 ！Douglas 的第一个 field goal， 第一个进球。转移之后交给底线去找 Ray Allen 出手得分。这有点太夸张了。场边担任球评的 Clyde Drexler 也小小的取笑他一下。LeBron James 的三分球，这个球应该是有踩线的。我这样子的一个外围投篮啊，反而是自己的个人动作所创造。Chamber， 哇，火箭队啊，在后面的关键也是考验他们年轻的球队防守的能力啊。Ray Allen 这个球有点打手的嫌疑了，但传到上一没响，现在球权还是在热火队手上，进攻时间剩下6秒。喂，给他底线，外线的出手，哇哦 ，LeBron James 进入到下半场 ，LeBron 这一点造成到上一球的一个悲剧。Ray Allen 之前在对丹佛金块队的时候，成功完成了4分打。进攻时间剩下3秒 ，LeBron James 再三外线出手，哇哦，哇哦，哇，这个球真敢投啊！这离三分线太远太远的距离了，哇！这反而是这一球投了个进攻花，比赛时间目前大约差7秒。目前 James 是由 Defino 防守他 ，James 切入自由到篮底下出手得分，热火队重新领先。那必须要暂停。哇！进入到下半场，火箭队对于这个点真的是就是没有办法去解决哦。这个进攻的火力啊，跟高命中率，那的确是救了热火队啊。到目前为止，对上半场比赛似乎还在 warming up， 还在热身呢。嗯，下半场比赛完全爆发出来，两队这场比赛呢都打出了高分的比赛，113-110。现在 James Harden 拿球，这看着应该拉开了，由他来处理的，但是必须要投三分球的，时间快没有了。James Harden 在外线出手 ，no good， 比赛结束，在最后一波。LeBron James 呢也是去一对一去防守 James Harden， 由这个年度第一队防守第一队的成员去防守 James Harden， 而把 Harden 给挡了下来。哇，这样子的一个对位，对于 James Harden 投篮难度是增加的。哇，这场比赛当然热火队赢球的最大关键的，毫无疑问的就是。